老师往这边看，就现在，它可以把这个竹编做成各种几何形状。这个不容易啊，这个。对，这个是将瓷器的破碎，然后缝补。好可爱呀、啊，这个，而且栩栩如生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竹编的一个太湖石。这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立体竹编，里面是没有胎体的。那这个熊猫呢，就是胎体竹编。 老师们，我要考你们一个问题了，猜一下这个熊猫是哪一只熊猫？看一下，亚运会的盼盼。不是，我给大家点小小提示，它没有脖子。啊，那估计就是那个冰墩墩。不是，这个是我们熊猫基地的花花。哦，花花。特点呢，它就是没脖子。 它形似一个粽子，然后永远拿这个竹子在那里。对，脑袋也是三角形的，身体也是三角形，而且是等边三角形。哦、你把它这么放，它还是一样。它是三角形。